欢庆儿童节，在儿童节前夕，吉安乡公所针对乡内公私立幼儿园带来儿童节礼物颁赠。30号上午来到吉安乡北昌国小，有别以往发巧克力和糖果，这次送给北昌国小妇幼小朋友满满的图书绘本，期盼小朋友从小养成阅读好习惯。吉安乡长牛淑珍和老师小朋友一起带动唱跳。为了欢庆即将到来的儿童节，吉安乡公所针对乡内公私立幼儿园1600多位孩子，即日起带来儿童节礼物。30日上午来到吉安乡北昌国小附设幼儿园，颁赠有别以往的糖果巧克力，带来满满的绘本故事书，并邀请小朋友分享如何当个乖宝宝。儿童节的前夕，我们进行吉安乡公私立幼儿园小朋友儿童节礼物的颁赠，1600多位的孩子，我们期许每一位在吉安，每一位在任何地方的孩子，都能够得到幸福、快乐、成长跟茁壮。地方的建设是吉安乡公所责无旁贷的任务，无关是这个任何的一个角落，我们都要尽心尽力。尤其在公园的建设，我们朝向于儿童乐园，以及我们家长共融的亲子共融公园，还有我们的图书馆都能够建置多元学习双语的一个绘本导读，还有呢，糖果屋以及多元的面向，希望带来的是孩子生生不息的快乐的欢乐学习生，以及成长茁壮的一个强健步伐在吉安。每月有所谓的一个每月一书的一个活动，那我们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这个让这个书本能够流到这个班级去，让小朋友可以每个月都可以看一本书。我们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个辅导室的一个这个书箱的一个活动，我们也是利用巡回的一个方式，让小朋友来多接触这个不同种类的一个书啊。那同时我们也会鼓励小朋友来这个借书哦，所以在我们的一个阅读推动的一个活动当中，也有所谓的一个表扬这个所谓的一个借书的数量最多的前10名的一个小朋友这样子哦。那无非就是要鼓励他们多到图书馆多读书多借书这样子哦，让这个书本的一个价值可以受到很充分的一个运用。北昌国小持续推广每月一书的阅读活动，期盼让优良书籍能流通各班级，让小朋友从一年级到毕业增加阅读的数量和种类。另外还有辅导室推行的书箱活动，透过巡回及奖励方式，让小朋友增加借阅书籍的好习惯，多走进图书馆多读书，让书本的价值可以更充分的发挥。记者蒋邦彦吉安乡报道。